可以离我近一点吗？哈喽，我好白呀，为什么要对焦在这？哈喽，那个我们现在在机场，然后今天我们要去新奥尔良，然后我们非常的开心，因为今天我们有十几个人，十二个呀， yeah, 就距离我们上一次那个graduation trip 之后，我们很久没有就是聚到这么多人一块旅行了，大家都很开心呀，就是这样的。然后这边是我们洛杉矶出发的 team， 就是我们三个人，然后那边就是 Lorraine 他们从东部出发，然后还有一些人从就是中间的某个村里，然后我们今天下午就集合了，点了一个这个 ice 烤肠，然后一个早餐，然后我们现在去那个坐飞机去了。It's the heart on your sleeve, never making me my knees. Hello， 你知道我本来也要穿这个 jacket 吗？你知道我本来也要穿。With a kiss on my cheek, always letting me know I'm the birds and the bees, I'm the apple in your eye. I know that you know that I know you are. Hope this feeling never ends. Cause you at the end of the phone line a tickle in my toes just to know that you're all mine like an ice cream sundae with a cherry on the top it's the look in your eyes when I'm wearing your t-shirt your cute little smile after a long day of hard work and I know that you know that I can't give you up 我们是我们的 Airbnb 然后我们现在刚进来看一看应该有吗这一层是我们的这边你拿这个我想看了我也这边是一些 bedroom 睡的我们现在玩个游戏就是叫 who's most likely to 就谁是最还解释一下谁最像什么就比如说就是醒来以后有半个 burrito 就是墨西哥卷在床然后我们就会投票就是看现场就是谁可能醒来以后可能有一个墨西哥卷在床里然后就会拿到这个牌然后就会有个惩罚比如说 Nicole 我 no 就 Lorraine 这种半夜吃着睡着然后半包薯片似的咱们就后面的一个人形容前头一个人三个词就是这么样学长数学好，好人。哎呀，开朗。哇，谢谢沈钱。咱们怎么变成正能量茶泡了？正能量茶。我还拿了个酒。好的，最棒的。平胸。啊，足够福利。足够。弱鸡。哦，然后弱鸡。然后啊？对他。我觉得你穿衣很有风格。几乎跟没穿似的，长得有点老。大叔型。还有一个，油腻。油腻。那咱们大家互相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之后，就开始。是第一个床。开始。是 wakes up with half burrito。OK， 下一样。OK， 大家想好，给大家三秒时间想。就是醒来的时候有半个 burrito 在床上 burrito 墨西哥卷3、2、1 哎，这么我 OK Lorraine 有几票
啊，那乐瑞没了。乐瑞没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不是你？为什么不是？为什么不是 Nicole？ 对啊，我刚刚不是学长，学长考的挺好的呀。我觉得学长不是丢的，学长不会剩下半个的。Spends all day interpreting a text。什么意思？就是一天都在 spend all day 看一个，就是在研究这一句话。你好吗？三二一。哎，不是学长，会不会说这是？你是 ID 吗？我觉得 ID， 我觉得 ID 啊，我觉得 ID。都是你们跟我说他为什么学长那个你为什么先假装再说？但是我不觉得是我呀、啊，你不觉得是你扣吗？那我呢？你扣的不觉得？啊，我觉得你，然后回个小作文，然后可能呢？但是然后可能别人说了一句，他就然后问了一堆人，然后就回个小作文。算了。It's a little bitch. Oh shit. Oh. 三二一。哈哈哈哈哈！我没错。我想听你的，就是你们俩互相 PK 一下吧。对，那我已经承认我是一个 bitch 了，但我绝对 will never be a little bitch。你是 not a little bitch， I'm a huge bitch。是是是，你就是个小 bitch。我也觉得。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还没开始。好认真啊！一辈子都笑得来不及发现，这是最重要的东西。那就还是。哎，我都四招了。Would survive in woods with just a hatchet。我觉得没。什么意思？啊，没听懂。就是说野外是野外生存能力特别强，拿一个小斧子能在野外生存，管不了。我们发现了一个特别高级的一个东西，这个好高啊！非得摁一下。我们现在准备睡觉了。嗯。这是你们最爱的姜大妈。姜大妈现在真的是大妈了，别看。真的是大妈了，我跟你说。OK OK， 晚安。我们早上起来了，然后有人做了一个饭。有人，反正不是我，是谁做的？我呀，当然是。哦，是你哦，还有 Max， 是 Tommy 和 Max 做的，不是我。咖喱，你看外头是。还有咖喱，哇，这咖喱做的没我做的好看。来看看其他人在干嘛。嗨，我到了，我只睡了四个小时。你太棒了，是来找我的亲爱的朋友们。还有谁？我来看一看，探索一下。Hello， Karen， 你在哪里啊 ，Karen？ 在厕所。Hello， Karen 也到了，我们都齐了呢。哎呀，回来了，又是那个声音，又是那个声音。你好，讨厌，我在照相。Max 没有，没有。我半夜是。快说！你好看，你好看，帮我录一下。好，就是这个地方。好的，就是这个垃圾桶。我怎么跟这个行程有点紧张啊？这不是垃圾桶吗？这是这个垃圾桶，这个方向。是的，是的。我刚刚看到了 Ray， 我以为是个虾。No paparazzi， No paparazzi。 其实光是好看。No， 怎么像我像个小矮人呀？光是好看的，我说光是好看。
在 wander around this place、嗯、然后我们觉得就比我们想的要好很多，很因为我们本来以为就是来新奥尔良是那种特别偏的那种村儿，但是我们发现这块小镇特别的有意思、嗯、然后很多就穿着非常的这怎么说呀、啊、就很嬉皮然后很朋克风，对，就非常有自己的风格、嗯、这个地方。狂抢食物当中，你要尝这个吗？这个也好。你要尝这个吗？我想尝这个。我想尝那个粉色的。粉色的是什么？粉色应该是 grapefruit，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喝的。Strawberry。那我们俩默契啊，默契啊，你俩。三二一。这是什么？这样。这是什么？还透明。我们太难了，我们十几个人吃饭，然后一分钟所有的吃的就没了，我感觉好像回到了小学的大食堂。我也觉得，我觉得一个根本不够，就是一分钟，这边都不够，一分钟全部都没了。然后我录一个像，我录完像发现就啥都没了。你别录了，快吃吧。这是什么？大家一秒钟没了。幸好没事没事，你们都吃了。那你赶快来一个吧。又开始要没了，这个盘真的是这一盘一下又要没了，要没了。看电影了，哎，我们要看、oh, sorry. 我们要看 Frozen， 耶、yeah.。我还没看呢，虽然我已经出了化妆视频，因为我要留着跟他们一起看。哎呀，你真感动，我真是一个好朋友，真是一个好朋友。Oh my god， I know right。We've passed on all we know.不是你把这个放那不就行了？特别好看，确实。等一下，你不考虑小？那个，你的脚一直在镜头里。我美丽的脚在对方的腿上。足控的足控福利，你就是你的 title 了。谁来把这 title 给你了？欢迎来什么美女花里？转一下身。什么高山？高山火还是什么一线的激情？高级了，好高级啊！有左拥右抱一下，是不是？满意了，满意了。逛了很久了，纠结到底要不要买。我想买这个鞋吧，我逛裤子逛的想买鞋了。那你买吧。我现在我的战略就是，我每看到一个我想买的，我会拿淘宝的那个搜照片的东西去搜一下，看看有没有同款。如果实在没有的话，我就只能买了。我已经试过了，没有其他解决办法。我的天，那个红裤子，我们跟你的红裤
天裤子很丑，但是我觉得还可以呢。我快笑死了，这个裤子呢是当时我买的时候，因为 Ivy 和 Shirley 也在，Lorraine 也在，就当时我买这个裤子的时候，他们就极力阻止我说这个裤子会很丑，不要买，但是我没有听他们的，还是买了。Hello， 今天是第三天的早上。哇，天儿，你这个口红的颜色好漂亮。谢谢。然后他们之前说这个特别的，老师说这个很丑，但我最后还是穿了。然后后边有个，大家说很丑，然后还是穿了。你这蝴蝶结立不起来啊？哇，看蝴蝶结。蝴蝶结。OK， 我好了。给大家看看这件美丽的 Shirley。今天Shirley非常的可爱呢，仿佛一个小学生。这么多人带了一个 bucket hat 就变小学生。那个 knows everybody。我们现在在去一个 swamp 的路上，然后我们在讨论就是一个 swamp 一个沼泽地的路上，然后我们在讨论我们认识大家都多少年了，然后发现就是，我妹到了我跟他认识的年龄，也就是说我们认识了六年多了，快七年。我在那个初中的时候就认识你，呀、yeah, ，那只不过那时候不太熟，那就那八年吧，八年左右。我都不记得了。现在你们能想到过了这么多年，你们在一辆车上吗？大概过了。九年吧，差不多。就是不跟我说话。我记得当时你扣刚转过来的时候，你的那个朋友是个特别高的那个 Lina。哦，不记得。一个丹麦女孩。我都不记得 Lina。她当时刚转到我们中文班。我们准备，应该是准备要上这个 bus。哎，我是为什么没吃我都没看到。你怎么那么粉呀？我这是什么东西 ？Rubber 那个 bubble gum。为什么你这个这么皱了吧唧的呢？因为刚才被我。而且为什么这个尖在这儿啊？不是尖，那是脖子。灵魂叫商务会真的跟 background 的。哎呀，我的耳机。是的，我感觉现在 remind me of 我们在日本的那个，就是你还记得咱们刚下飞机？我很记得，呀，就那个 bus 的那个画面。然后也是 Tommy 在那不知道在干什么。Tommy 什么时候都不知道在干嘛。塞头皮。不对，我的头太高。不知道在干什么。我学下冷人照相啊，好，你学。哎呦，冷人照相，我本来就是这样的。冷人不是这么扭的。怎么扭？你学一下。我不会，可是你不是这么，你再试几次。你，我跟你说，你往下蹲一点，半蹲，然后屁股。为什么你坐着这么别扭呢？不，你这样，我像一个，你应该这么照一张，哎呀，这滴泪的裙子，好丑啊！哎，Louisiana State Frog, that disappoints me so much. Louisiana State Frog is a little bitty old green tree frog. Man, I thought for sure it'd be the big majestic bullfrog. I mean, we love our fried frog legs here, you know. But no, it's a little bitty green tree. Okay. All right, the board is going to be on. Seems like he can't make up his mind. He's playing chicken with Ray. I got a couple more turtles, another little alligator right here. All right, I'm getting a lot of comments.小龙虾，这不是咱中国人最爱吃的东西吗？对，小龙虾，小龙虾。
已经准备好了，开始走。别别折腾，两下巴都出来了。有点能吃点儿。我的妈！太难了，我都没得吃。你必须得这样。你不能把这，你不能把这。你别那么大动作，吓人。我操！我真有个屁。开心吗？什么感觉？我的妈！你自己感觉？我跟你说，这个特别滑。我不敢。我们现在要去摘一个什么？这叫什么呀 ？Oak 什么呀？橡树。橡树公园。庄园或什么，然后这上面就是有很多的橡树，对，有很多的大树，然后我们就过来参观一下，然后他们男生全部都就非常的懒惰，就要吃饭，开始吃饭去了，然后我们女生说过来再逛一逛，就只剩我们几个了。明明只有一个小时，他们还去吃饭了。对啊，其实根本来不及的，就我们现在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We can go out on a Tuesday, yeah. We can stay up till it's too late, yeah. Cause baby, I would go anywhere as long as you'll be there too. We can throw ourselves a party, yeah. And you can tell your friends you're sorry, yeah. I know you'd rather be here with me. I feel the same way too. 坐，你把它裙摆摆开，就是你这样坐，就是然后把它摆开。他那裙摆开不了吗？开不了，开了。这他坐了他。哈哈你想的效果摆开啊？不是我这个，这跟我想象的效果不太一样。在这儿吧，大哥。因为原来是约着找，你往后站一点，然后往后坐。手机。嗯，往下一点，在这儿。好。你在干嘛？我骑马，驾马车。这个人虐待我，这个人虐待儿童，我举报你。你成年了，你21了。我是个儿童。Strawberry lemonade。这个啥都会吃。你这今天好喝还是昨天好喝？我还没说呢，你这啥？再给我一个，现在吃的。就我希望你真的是一个假的。因为这样的话，就是真的预言家这一轮晚上得验一下人，就我就还是觉得得验 Max， 因为我是个好人，然后我刚刚给出的就是所有的分析，我觉得是非常客观的。就比方说他刚刚他说的话都特别的绝对，你们发现了吗？我说的都是可能是这样，就是你们自己分析，就我说的是我的分析，但他全部说的是一个态度上，他说什么，我说什么，Shirley 什么说预言女巫。第一轮什么上井很不正常，但是其实狼人杀游戏就女巫上井是非常正常一个操作，因为就是特别是九人局人少的局，就这种神啊什么的，你知道信息你必须得说出来。但预言家不一样，是因为这没有守卫啊，所以预言家第一轮就是直接这样蹦出来，特别是解药已经没了的情况下，就是很不合理，我就觉得很不合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现在就是，如果 Max 真的是一个好人身份的话，不应该，他不可能会完全相信一个一给他发金纸就相信这个人，所以他这个态度，我觉得他这次非常可疑，就是他太信学长了，而且这怎么可能？就是他自己家都不那么信，他为什么游戏上那么信学长？这话不太对，我没见过这个人，好黑暗呀！他这个人好黑暗呀！不能对话。我们现在准备去这边的一个 jazz bar。一个 jazz bar 看一看，然后我们刚换好了衣服。嗯，不行，我得去找那个谁要一些。
新奥尔良的一个酒店，叫什么？希尔顿酒店。但我们并不住这里，是发生了什么呢？现在是凌晨的1:08，然后就我们今天本来说要去一个 jazz bar。嗯，然后结果我们到那条街上就看到很多就是当地人好像在举办什么活动，嗯，然后就特别特别多人，然后就感觉很不安全，因为就很乱。然后你说，所以我们决定去找一个咖啡厅，然后就坐着吃点东西，然后可能就讨论接下来怎么办。然后呢，现在我们越走越偏，就是那个地方人比较少，然后我们越走越偏的时候，发现。就是他们没有后面有两个黑哥哥在一个跟着我们，就是在就是离我们大概有就是10米20米吧，然后就一直在跟着我们走一路，然后从就是之前那个巷子里，然后就到然后我们就在咖啡厅说去里面坐一会儿，然后结果我们坐了像10分钟左右，就那两个人也进来了，然后他们还围着我们绕了一圈，围着那个餐厅的栅栏，因为它是露有点像露天的那种 outdoor 的，然后我们就发现了，觉得非常的可疑，然后之后还躲到了一个我们看不到的地方，就很可怕。然后就如果你能在那等着，然后后来就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想干嘛，所以然后我们的人生地不熟，所以我们就准备打两次车，然后我们就先打到这个酒店，然后过一会儿，然后再转一个车，然后再打回家。这样的话，就算他们跟着也是个酒吧，就是哇，比较安全啊，呀。Hello， 今天是我们在新奥尔良的最后一个白天，然后今天我们准备出门去逛街。玩的太开心，而且很难找到人帮忙录，因为大家都想玩，所以就没录到啥，在开心就随便剪剪吧。然后主要这个 trip 呢，
这个 trip 呢，我们大部分时间呢都在家里玩狼人杀，所以就真的体会到了那种就是好想大家再玩一次狼人杀的那种感觉，对吧？我一直跟你们说很好玩，然后你们一直就是不想玩。我不知道是我，我不知道是因为我这次聪明了。成长了，你左边的这个狼队友就是珍珠一样的队友。然后我们刚刚发现，就是昨天晚上发生一件事情，就我们前天晚上去了一个就是这边最有名的叫 French District 的一个酒吧那种街道，就专门给游客的那种出去玩的，就可能一定要来这种街。然后今天早上大概凌晨3点的时候，就昨天晚上因为特别多人，这边正好有一场那种就是游行比赛还是什么，反正特别多人，然后就发生了枪击案，就11个受伤的。对，就我们昨天晚上差点就去了那同样的就是那个地方，然后幸好就是我们前天去过了一次，所以昨天就没有去。但如果昨天去了，我觉得会就挺吓人的。如果我们就也被就是。我们昨天还说呢，说那个打了晚点再去，多亏没去，我们差点就去了。我觉得就很危险，就我觉得就后知后觉吧，觉得还是就可能差点死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OK， 那我们这个 trip 的 vlog 到这就结束了。OK， 那拜拜。